飞黄河这个合唱，我先需要试一下你们几个人的音域。其实王祖蓝，我觉得你应该能唱低音声部，你唱这个哦哦哦哦哦，一直唱这么低啊，一，哦。你可以唱男低音，可以唱男低音，嗯，啊，陈赫同学，你可以站起来唱。为什么站起来唱？本来坐就很紧张，要站起来更紧张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紧张啊。能不能唱这个音？不能，不能。试一试，试一试啊，试一试。一档靠我手，一看，哦，把嘴张开。你看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再试一下迪丽热巴，我们唱这个吧。你自己来唱，直接唱高音。非常好，非常好的一个开头。对，我们就唱女破音，好不好？OK， 可以，可以。罗涵，我知道你唱歌挺好的，想让你看什么叫男高音。王静 ，High C，OK，、okay, 张你壮。我把怒唱。对，可以可以，你还能再唱高吗？真棒，哇，高音炮啊！现在把谱子打开，你们都会唱吧？这个差不多啊。试一遍吧。从哪里开始？从头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！风在吼，浪在叫。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河西涨涨涨涨高，河东河北望着古老。望着古老，黄河英雄争不上，山战里有几件儿成烟火。为了大沙包，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朵，保卫全中国。好，就唱到这儿，就唱到这儿。啊，首先我应该跟大家先说，这首曲子其实挺简单的，嗯，有一点点问题。最后不有四个保卫吗？有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有空拍的，我们所有的学生从那个地方唱，让他们听一下就知道了啊。对，一二一，哎，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听见了吗？保保，我们来试一遍好不好？唱三遍，刚才那已经算第一遍了。再唱两遍，我要求你们必须会。好紧张啊，老师，突然兴奋起来了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。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国直接收掉，一个一个唱啊。你好紧张。来看手。保卫家乡，保啊，对不起。当时老师没有帮你啊！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对了，哎，好紧张，好害怕。谢谢老师。陈赫同学，看手。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对了 ，OK， 很好。Cool。哦，这个八分了。我跟你说两个数，然后你开始，一起。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哭完了，你叫保卫家乡，保卫、也可以。就反正你可以保卫家乡，自己心里，但是不要哭。这一遍，一起。保卫家乡，保卫。再来一下嘛。那陈赫同学，你不用啊，一二一起，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对了，懂了吧？啊，鹿晗同学，再看，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呗，保卫全中国。对 ，OK， 现在
我想请你们从头再唱，因为前面会有一些音乐处理。来，准备好，一起。风在吼，看是吧？你要不就听我说，要不就看手，看。风在吼，来来，谁错了？谁错了？谁走了？对，以为可以钻个空子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那是群众歌曲啊。那个谱子上很多人唱都会唱错，正确的是风在吼。很多人是风在吼，陈赫同学，你多加了一个音，那是不可以的。你是男多音，老男多音。看，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咆哮，两个咆哮，一次要比一次高。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河是山岗万丈高，河东河北高粱树了，万是山丛中。听着，一二，万山丛中，听见了吗？万山丛中，万山丛中，这个地方唱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强的。一二一，起。万山丛中，抗日英雄真不少。张力有句金儿正英豪，问见了东江两江，会不会大刀长矛保卫家乡？那不学了，端起了东江，那个嘴要很快的。王祖蓝，你单独说一遍，让我听一听。说不用唱，端起了东江两江，端起了东江两江。然后我们下句，挥动着大刀长矛，挥动着大刀长矛，长矛，长矛。哎呀。拍腿了呢，都你们这样了。啊，腿要找给自己找个支点，我要找个支点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第二部分。还有第二部分呢？嗯，你们可以换个位置坐一坐。二部轮唱特别简单，你们永远比他们要晚一个小节去唱，这是就是轮唱，轮流唱，差不多。直接从齐唱的四个保卫开始，然后我们接去，一、二、一、起。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河北，保卫山川光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感觉是弱的，感觉就是感觉暴风雨要来临了。风在吼，就是这样的。好的。二一，起！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河北，保卫山川光。一样的，那个音要收掉。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男生最后那个旋律不是 so la mi re do， 是 so la so fa mi。保卫全中国。对，但是那国也要收掉。保卫全中国。对，收掉。啊，气不够啊。没事，你们愿不愿意把第三部分试着先走着？我不可以太晚了，要早一点。因为真的超级难啊！每唱一句，后面都有 long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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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om， 你们学一遍好不好？试一遍，听着。风在吼 ，longer longer longer long， 你们学 long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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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ng， 不可以这么唱，不可以这么唱。你的性格一定要反差特别大。你不能是风在吼，弄个弄个弄个弄，这就废了。风在吼，弄个弄个弄个弄，对了。往下学，马在叫，弄个弄个弄个弄，一起。马在叫，弄个弄个弄个弄，弄个。有点跑调，但第一个我现在忘了。风在吼，龙哥龙哥龙哥龙，马在叫，龙哥龙哥龙哥龙，一样吗？不是一样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不一样？还有好多呢。黄河在咆哮，龙哥龙哥龙哥龙。我好难啊。黄河在咆哮。哎呀，这个龙哥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，我们就感性的来好吗？不可以。黄河在咆哮，龙哥龙哥龙哥龙，龙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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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哥到底是谁？龙哥，你这边龙哥到底是谁？你们来一起齐唱，我们从那个盒子开始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一二一起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
龙根龙，龙根龙，变了吧？骨头后背高粱树，龙根龙根龙根龙，关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。龙根龙根龙根龙，齐声整理有齐肩而成一号。龙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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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啊妈呀，有的同学要认真啊，因为一会儿真的很难很难。我觉得今天就结束了，已经不可能学会了。